北京车展上没有看到金秀贤欧巴的妹子们，不要难过呀！今天广大宅男们的福利来喽，准备好了 ，Ready Go！本届车展的车模妹子们坚决地贯彻了本届车展国际化上档次的精神，那一个个穿着打扮都相当大气脱俗啊！这就意味着来看博露透的屌丝们，你们想多了。不过妹子们质量依然相当高啊！你看，有卖萌可爱范儿的，有清新可人范儿的，有大气女生范儿的，有冷艳高贵范儿的。这帮妹子们站在名车边上，那真可谓是交相辉映呐。不过场外轮胎厂商的妹子们就似乎惨了很多呀，连个更衣室都没有，妹子们只好躲在车后面换衣服，太吃亏了。哎，你们几个别看了，转过去，没见人家换衣服呢。啥？我也转过去。好吧。说到这里貌似有点跑题了，小酷我是来报道北京车展的。本届北京车展依小酷这个纯看客来总结，那就是看车的比买车的人多，而看车模的又比看车的人多。你看这长枪短炮的，那可都是来拍妹子的。别管人家的姿势专不专业啊，至少设备可都是一流的呀。现在的车展已经不是前几年靠车模低俗露肉博眼球了，已经逐渐的回归了汽车本身。没错，香车配美女，本届车展绝对是高端大气国际范儿啊。那什么，哪个车模妹子是你的菜嘞？优酷选一乐，车和车模要哪一个？北京报道。唐嫣上错花轿嫁对郎，霍建华土豪哥耍毒舌，今日良缘，优酷携手深圳卫视正在热播中。